点这种路边摊都可以刷卡，真的很方便。路边摊很。Hello， 我是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凯琳。今天呢是2019年的12月24号。这个影片不只是做给你们，也是做给将来的我可以回忆的。你们今年怎么过圣诞节呢？有收到什么圣诞礼物吗？那我呢？我给了自己一份圣诞礼物，就是我要去 New York， 我要去纽约了。哇，我人生第一次去美国啊！其实我去过关岛跟夏威夷，但我觉得跟本土的美国还是很大差别的。然后为什么我是在12月24号的圣诞夜这天飞呢？因为圣诞夜的机票最便宜，没有人想要在圣诞夜飞。日本的圣诞节是情侣过的嘛，只有像我这种圣诞夜有空的单身狗才有空在今天飞。 OK， 你们准备好跟单身狗一起去纽约过圣诞节了吗？ Let's go。待习惯了就想要往左边走，本来想要在转机的时候啊买一些什么韩国的化妆品，就是那种画下面眼睛亮亮的，但是我时间不够了。我没有很建议说登机后那个放行李的位置都不多，所以我通常不会很赶着登机。刚刚啊，空姐就过来问我说：“哎，你是有几件那个托运行李？”我说一件。她说：“你有没有随时注意你的随身行李啊？”我说：“嗯，有没有问题？”然后她就拿了一张那个小贴纸，蓝色的，上面写一个 M 还是 W 的，就贴着，然后说要把这张纸留到我登机为止。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然后下一个人就是跟我确认说我的 Visa 办好了没，我的那个 Esta Visa。说到 Visa， 如果你是我的频道的老屁股的话，一定知道我曾经犯过很蠢的事，就是我那时候去夏威夷没有办 Visa， 就上不了飞机嘛，超惨。然后我这一次差点发生一样的事情。我今天飞机票是3天前买的，我昨天早上才去看一下，哎，我的那个电子签看一下它的到期日期，然后发现3个月前的9月25号已经过期了。我想说，哇，我的妈呀，我明天就飞了，然后赶快上网申请那个 Esta Visa。大概3小时后吧，就有一封回信，他跟我说，台湾的话，你需要除了护照号码之外，还需要一个身份证号码。在 email 补给他之后，30分钟后就 OK 了，就有签证了，好险！还好我确认了，不然这一趟比飞夏威夷贵太多了，这机票我不能够再。然后大家，我竟然在登机前忘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圣诞快乐！哎，不对，圣诞夜快乐，还是平安夜快乐？平安夜快乐。14个小时的飞机，哦，有点小紧张跟兴奋。错了，我应该要早一点排登机的，因为飞这种长途的，我真的太少飞了，没有经验。飞长途的，大家随身行李都超级无敌多，我找不到地方放。我在三个人一排嘛，最右边的那个应该是底部吧，他就跟我说可以把他的包包拿下来，这样就有空间让我放我的东西，因为我有两袋，他只有一袋，我两袋的话不能都往下塞嘛。然后我就觉得哇，他人超好。圣诞夜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真的觉得到处都是好人哎。Ashiana 的飞机餐 ，Sorry， 他说是韩国的街头小吃。
What's your ground transportation? Welcome, how may I help you? Hi, I'm taking a bus. Oh, that bus finished running for the night. Oh, no. It stopped at 7 o'clock. To change? Yes.SIM card place over here. OK, 买好巴士票。我朋友叫我买当地的那个巴士票，然后他们跟我说晚上的班次都已经没了，所以吓死我了。不过有一个 shuttle bus 是可以直接到我朋友家的。一切搞定，现在来等我的 shuttle bus。对啊，搭14个小时的飞机，最辛苦的不是你要连续坐14个小时，而是你要连续14个小时都不能把胸罩脱掉。我应该脱的。飞机上啊，太干了，我刚刚买了一瓶水，纽约的水有够贵，我这样一瓶哦要4.75美金。我喝的真的是水吗？是水。Yes. Hi,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paying cash? 我的司机来啦，就用卡付完费了吗？他说，你的卡已经付完费了，那等一下要不要给小费，就在看你了。就摸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了这句话。唉，怎么感觉这种不给不行啊？我的天，司机帮那个女生拿行李啊，然后我竟然要自己拿，还敢跟我要小费，怎么这么不要脸呢？我的天哪！OK， 我下车啦。我刚刚路上呢，就是有先问我朋友说这个情况我要给小费吗？他说不用给，然后我就鼓起勇气的跟他说，不好意思，我刚到机场，我没有零钱这样子。他就跟我说 ，All right, but take your money， 赔你的 money 啦。小狗狗可爱，真的有真的火的暖炉哎。所以我的朋友到底是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啊？She actually called and said to her. VIP service. Only because you have a camera, that's why you get VIP. Okay, I'll be just keep holding it. She's not home, right? Not yet, but soon. You're too tall, I have to like.我以为是门槛，结果一进门是卡到，这个是什么东西？体重计，我的妈呀！不知道我进门该不该脱鞋？在美国不是不脱的吗？但我看我朋友就是我们的习惯呢，还是会进门还是会脱，我还是脱好了。我相信他是会脱的。我朋友回来了 ，Merry Christmas！ 快拆礼物，难道是超性感的内衣吗？快点开！哎，起来，起来！哎、跟你讲，我今天翻了一下你的衣柜，我发现我根本就不用带衣服过来，我穿你的就好了。今天我是啥？この半分は服に着てもな。你とめちゃでかいやん。I want the same thing. I want the same thing. 我就是不用买衣服。早知道真的出门不用打包了，我人来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用吗？在我行李箱留多空一点空间啊，就可以帮你多买一些那个防打火的。あのタイプがめっちゃ多くてね。これね、ほぼ意味なさそうに見えるけど、とりあえず買った。これ見て。口を止めるテープ。絶対意味ないね。カエルこんなにいる？なんかニューヨークの。ニューヨークの気温を見たらマイナス14度だって。これね、旅行者あるあるですよ。旅行者あるある。足の。こんなに入るの？これね、1日6枚貼って寝たり起きたり寝たり起きたりやった。映画見た？あのライオンキング見て泣いた。你明天是几点上班？正常上班？ I don't have work tomorrow. 啊，真的吗？ I do not. What？ 啊，他们刚刚路上帮我去超市买的。太 sweet 了，我觉得可以被喂食是幸福的。哎，对，他说可以。是青菜啊，我觉得我好幸福哦。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and Merry Christmas to New York. Welcome to New York. Teachers identify, really, they just pretending. Hello, 我是猫，欢迎回到我的频道。Merry Christmas. 对，今天是2019的圣诞节，我现在人在纽约，要带你们跟我一起在纽约过圣诞节。台湾该结束了吧，在5小时前结束的，突然觉得有美国时间真好，感觉时间很多。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旅行者，因为圣诞节难得，我应该要从早就出门嘛。你们看，已经天黑了。我是昨天到纽约的，然后我有点时差没调好，所以早上我都在睡觉。
觉，弄一弄，赶快处理工作什么的，就已经天黑了。没有关系，还是可以带你们看纽约晚上的圣诞节气氛。等一下呢，我会跟我朋友去看这边当地的一个市集，就是圣诞市集。早上原本有要去一个叫做 The Rockets 的一个表演，他们的传统是喜欢在圣诞节去看，但是我们也来不及，所以我们会在别天去看。今天呢，就会跟我住在纽约的这些朋友们出去玩，看一下纽约当地是怎么庆祝圣诞节的，感受一下当地的圣诞节气氛。然后我今天穿的呢，不知道有没有够 Christmasy 耶？我觉得上衣还好，但是有冬天的感觉了。我的裙子，我觉得这个非常 Christmasy， 你看，就这样子 bling bling 的。然后等一下会再配一件红色的外套，就这件红色的外套，这应该就有圣诞节的感觉了吧。然后我也不懂为什么我的手机啊有两个纽约，一个是两度，一个是六度，我不知道我该相信哪一个。然后这外套可能看起来觉得不一定够保暖啊，但是我里面其实有一件 Uniqlo 的轻薄羽绒，他们家真的最近出很多很赞的可以拿来内搭的羽绒外套，隐形的保暖衣，然后你外面又可以穿得很好看。然后背着我今年送给我自己的圣诞礼物包包，它真的超可爱的，买对颜色了。本来觉得这个白色比较适合那种比较穿搭视觉街头一点的那一种，但我后来发现白色真的好好看，米色真的就有点普通，白色好好看哦。大概给你们看一下我包里面有什么，首先会有一个充电宝啦，旅行必备，然后春菜打底口红跟眼线，就是随时要补的化妆品。小钱包，这钱包真的超好用，我找这样的尺寸找很久很久了，因为我喜欢带小包出门嘛，很多时候钱包稍大一放就什么都放不下。不过这个包也真的很赞，就是可以塞很多东西。然后卡呢，我就放在这边，它有那个可以插卡的地方，这设计很好，而且美国就很容易刷卡嘛，就很方便。还有无限多个卫生棉条，对我的大姨妈呢，从昨天第一天来，我真的觉得世界上啊没有什么比平安夜来大姨妈还要更糟糕的事，而且这一天还是你旅行的第一天。 Lexa turn off the light please. Lexa turn off the light.Thank you， 终于通了，是他是他。Merry Christmas。Merry Christmas to you too. Like so in New York, what do people do on Christmas? Like a must do? Oh, I mean, on Christmas, it's not really. I mean, it's not really to do, nothing to do because people stay with their family. Oh yeah, right.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with the family, the more family thing. Right. You know, and Christmas, and after that, that's about it. But you can anything that you do right now will be good because.It's not gonna be too crowded. Oh, nice. Too crowded. Everybody's home. Yeah, everybody's hom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有没有人希望这样？没有吧？哎，人很多哎，我想买个帽子戴。I love London. Why London?从第六大道走到第八大道，大概已经看了20家这样的，一模一样，卖的东西基本上一样，都是中东的料理的。Hello, hi, Merry Christmas. Hello. 好喜欢这个家哦，太美了。它是因为美国的高的人比较多，所以特别高嘛。你看它手把在好下面，一般你不觉得手把应该在中间吗？